喜欢，也推荐给大家听的一首好音乐。那这个 YouTube 呢，有小提琴，尤其你可以去听世界最好的小提琴家帕尔曼。那帕尔曼呢，是一个残障人士，他的脚呢从小就小儿麻痹，但是呢，老天爷关了一道窗，也开了一道窗，他的老小提琴拉得真的太美了。我本来呢不喜欢小提琴，后来呢听到他的小提琴声音，才知道说哇，原来呢这个小提琴的声音是如此的美好，如此的华丽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，YouTube 帕尔曼，然后它里面呢就会有这一首《新天堂乐》，也算是他的主打歌之一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当然里面也有萨克斯风，萨克斯风有一个版本是像类似这样子最好听的，不过你要稍微找一下。另外呢，我们阿日呢啊，听到老师演奏这首歌，吼，哇，爱的几条瓜，连续练起来之后呢，也破到哪里？也破到 YouTube 怎么寻找呢？哦，你就打新天堂乐园，萨克斯风就可以找得到。要不要再写什么东西？啊、哦，不用就可以找到他。阿日乐团，红日乐团。好，那时间的最后呢，我刚。